健康饮食服从口入，吃出营养，吃出健康。我是王振华。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医营养师铁峰老师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铁峰，临床医学毕业，中医养生营养师，国家一级播音员，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。铁峰老师啊，今天这个节目我们是不是还得砸金蛋啊？对，我有个要求啊，让我挂把瘾吧。振华老师啊，我就说，就今天这砸金蛋这环节，我觉得就怎么都应该到您了。那我就砸了啊！说砸就砸呀！啊，这家伙，我发现这老前辈啊，这个手更快啊，心更急啊，着急啊！不是，我关键就是让咱们莫凡给刺激的，我看他天一天梆梆梆，太过瘾了。是不？我来一下啊！来，一拜，都你。哎呀，看中什么奖？你看，派之美者有云梦之琴。你看，这铁峰老师，您今天这是准备给我们打字谜啊？这话有出处啊。那个振华老师肯定知道啊。那曲艺名家呀、不瞒大家，《吕氏春秋》啊，形容一种蔬菜十分的美味。这个蔬菜是什么呢？猜一猜吧，大家。猜什么？有什么？猜吧。太简单了，猜什么呀？就我这聪明小脑瓜，我这一转，芹菜呀。字面里都说了，有芹菜的芹字吗？太简单了。反正。人真聪明啊！聪明，莫凡聪明，是吧？聪明，我跟你讲，回回有好吃的，他吃的最多。算你歪打正着吧，不管怎么样，这过程怎么样，结论是正确的啊。这个云梦指的是洞庭湖那一带，这个芹呢就是芹菜啊，云梦之芹，就是说云梦那个地方的芹菜是蔬菜当中最为美味的。对，真正知识渊博的还是铁峰老师。哎呀，这个芹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食材之一啊。我即兴来首打油诗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这个芹菜啊，叶柄多筋，嫩叶鲜，补血安神，助睡眠，排毒养颜，常利尿，浑身是宝，助心偏呐！哎呀！我先，振华老师，你这个风格很多样啊！每回都不一样。这个我觉得这才是高手啊，就是门门通，门门爆。门门通应该后边是门门松，要的不合格。这个王老师诗里说的啊，芹菜真的是全身都是宝。